一样，快乐就在我们脚下，快乐不假，你懂得呀，还有什么会放不下？世界很大，还去哪里呀？快乐就在我们脚下，出发，快乐大本营提醒您本期精彩。今晚亚洲超人气天团 XOM 刮来新鲜花美男旋风。 We are one， 大家好，我们是 XOM， 成员语出惊人，团队八卦升级。 Crazy 最怕什么？我怕我们经纪人。喜欢中国的女孩子吗？陈和 Chris 同时爱上了一个人，我的会怎样是不行的，你面前不行。美男大会考，团队内讧不断，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无敌花美男？哇哇哇！我的火热足以融化冰雪，外快一体。首秀综艺个人技，不料却引发快乐家族集体吐槽。海涛一副那吃醋的样子，他说：“长得帅了不起呀。”唱歌的时候一直，我也说一只孔雀默默，一只孔雀默默的走了。这件衣服我也有一件。爆笑抱团比赛，靠人气更靠人品，看谁能笑到最后。两块五，四块五，过了，我是一个。我是缠在身上。把哪个五毛踢出去，然后把这个一块拉进来。三二一，开始。我走吧。更有啊啊啊啊！科学实验站独家揭秘各种武林神功。草上飞，水上漂，在线江湖。哇，有钱的捧个钱场。还可以上一个郭敬明。啊！等一下，往那边挪一点。那边。往睡了，睡了，睡了，睡了。今晚 XOM 综艺首秀，看快乐家族玩转花样美男。晚上来到我们的 Open Real 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今天这个主题简直就是为我们快乐家族度身定做，叫做谁是游戏王。我觉得我们一定是游戏王啊，在节目里面我们就经常玩，但是就是节目私底下我们玩的游戏玩得更凶。今天要来的这一位嘉宾，我觉得第一组好像有点欺负他们呢。什么？因为什么呢？我本身因为他们很红嘛，我本身以为他们是老艺人。而且你知道吗？我昨天来啊，就是来晚了一点、啊。没有，娜娜最好笑的是她因为天气的原因，她飞机迫降到武汉，她就发了一个微博说：“我飞机迫降到武汉，长沙现在天气怎么样？我急着要回去。”然后就很多人回：“我们在长沙等你，我们就是。对”娜娜不要急什么的，不要急，我们在这边等你，注意安全之类的。我说啊，好温暖。然后一到了长沙以后，我看门口好多人接机，在机场。就是
哎呀，也太客气了吧，是吧？就晚点了一点，是不是？后来发现你吗？没有啊，他们就是来接今天这个嘉宾的。接刚刚出道两个礼拜，是啊，就这么红了，是啊，买这么多粉丝啊。谢谢你们，还有一个蚕桑娃子，今天肥脚先啦。铺垫了这么多，马上欢迎这个新进的但是非常热辣的团体，掌声欢迎 XOM， 欢迎他们。亚洲九零后天团 XOM 横空出世，重磅来袭，由具有亚洲造星工厂之称的 SM 公司倾力打造，出道一月人气爆棚，粉丝人数节节飙升，专辑强占各大音乐榜单榜首。掌声有请由冷峻王子 Chris、 舞蹈奇才 Lay、 可爱萌神鹿晗、鬼马精灵秀敏、实力主唱陈、温柔帅气涛组成的超人气天团 XOM。现场观众的声音好大，好会唱啊！一直在互动。他们中间空一拍也能插进去口号。没错。你们是训练过的吗？只能说这个。没有吧。XOM 真的是非常厉害啊！我们请他们来给大家做自我介绍，来。一二三，大家好，我们是 XOM。粉丝又跟上了。比台上还紧。听说他们算是第一次上快乐大饼嘛，还会有点紧张。紧张的朋友请举手。不紧张，不紧张。好，那个这样，所有的朋友们，这个还是先给他们掌声一下，好不好？出道才两个星期就上快乐大饼，不容易哦。谢谢。那我们一一认识一下他们，对，好不好？其实虽然说是出道两个星期，但是据我了解，他们中间有的人已经训练了，做练习生已经四五年，所以其实呢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准备。我们现在好好认识他们，而且呢，请每个人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的特点或者个性，好不好？我们从队长先开始，好吧？大家好，我是 XOM 的队长 Chris。Chris， 你最怕什么？最怕什么啊？事还是人还是？你最怕什么人呢？我最怕什么人啊？最怕？我怕我们经纪人。哇，在哪儿？在哪儿？等一下，好聊，很喜欢跟他聊天哦。等一下，那问一下 Chris， 你为什么会怕经纪人？他是凶吗？还是很严格？还是会打屁股？
没有，因为我是队长嘛，其实、哦、所以说会更加严格一点。哎，你每天就是照镜子的时候，你看着自己会不会很自豪啊？不、嗯、会。娜娜也算是见多识广的，今天下午见了 XOM 之后，还在化妆间激动了很久，说简直就是漫画里出来的人呐、啊。好久没有见娜姐失过态了，真的，她一直都很灭绝，今天居然失态。是真的、啊，她很像那个漫画里面的人， okay. 有没有？很像。没有没有。祝你早日实现。哎、不要客气了。祝你早日实现坚韧又淡定的目标。谢谢谢谢。好，这是我们第一位，来掌声给 Chris。谢谢。好，接下来是泪，来，请做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 XOM 的成员，很久没有回家的泪。你好。那就是刚才维嘉预告过的，有一个长沙伢子，对，而且是长沙的，而且他是我和维嘉的校友，是师大附中的。你看师大附中尽出帅哥呀，朋友们，就我们这样在学校还算一般的呢。哎，你这么久没有回长沙，用长沙话问候一下大家嘛。等一下。这个经纪人会批评吗？就是累怎么可以说家乡话？没事，你就说你说的普通话，反正经纪人听不懂。大家好，我叫累。经纪人哭了。原来英文也可以用长沙话说。我才累呢。翻译成咋说？我应该讲大家好，我叫牛啊，好牛啊。我发现，累的这个长沙话已经不标准了。你有多久没回长沙了？好像有，已经有十个月了，有十个月。上次回来是什么？过年吗？我已经有就是3年没有在家里过过年了。啊、哦，你应该很小就已经到了，到那边去训练了吧？我是17岁过去的，对。你现在30？没有，累好像有4年的练习生的生涯，对不对？有4年。那就21岁、嗯，哦，好年轻、哦。你用一个词语形容自己？对啊。随和吧。哦，为什么你是随和的人？就是比方说，就不去计较很多东西嘛，就很随便嘛，然后跟很。其实大家都是很年轻的，就是小朋友嘛，应该算是年轻的小伙子，个性都很强、嗯，所以组合里面谁是最不随和的？大家都挺随和的，我觉得。没有一个有个性，你们组合这么没个性？没有没有，他不好说、啊，我跟你说。随和中不乏个性。好久没听到不乏两个字、哎、很聪明啊，还蛮会聊天的、哦、很聪明、啊、哎、okay. 你在那边就是因为十七岁就去了嘛，你有没有觉得17岁就去训练了，你们真的别乱说人家，哎，17岁就去训练了，你有没有觉得很苦的时候或者想回来的时候、嗯、有过想家的时候，对、嗯、每天我都是早上很早就起床，然后去公司练习，嗯，然后一直练到很晚嘛，但是一直这样坚持下去可能会真的很累很累，然后但是会有一种就是给我坚持的力量，嗯，所以你取名叫累，什么个性叫太累，什么是让你坚持下去的力量？我的外公外婆，我想给他们看到我能做出的成绩，然后我眼泪会出来了。爸爸妈妈，哎，你知道这里面有一个很感人的事情，听说外公外婆是找吴昕要的票。不知道你外公外婆今天真的有来吗？哦，是吗？据说有家人在现场，但是我们就今天就是不要让泪有压力，我们也不指出他坐在哪个方向，你就当全场都是你的家人，好不好？好，我们再次欢迎泪回家。下面这一位很神奇，听说他去韩国不是去专门做这个练习生，是我们他是读大学，然后在明洞逛街的时候被 SM 公司发现的，就是鹿晗。对对对，来明洞逛街啊，就是在明洞逛，我去明洞逛过很多次，没人辞我。哎，娜娜说明洞说的特别好啊，来说一下韩语的。明洞，对不对？对。OK， 好，鹿晗坐一下，鹿晗坐一下，自我介绍。嗯、大家好，我是 XOM 的成员鹿晗。鹿晗来自北京嘛，对不对？对对。当时在韩国是干嘛？北京在留学、啊，在学习韩语。OK， 那用一个词来形容你自己，你是什么样个性的人？义气吧。义气。讲义气。义气。哦，你有多义气啊？朋友向你借钱，你会非常慷慨的给他吗？也要想一想。这称不上义气，这是什么？那是。对，如果你有10块，我问你借10块，你给吗？给吧。对对对，一定这个。这小孩好，留下来啊！这个义气，留下来。留下来。
OK， 好，接下来我们下面一位是我们韩国的朋友，我们掌声欢迎秀明。大家好，我是 XM 的成员秀明。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中文讲得很好啊，喜欢中国吗？我喜欢中国。好，下面我们接下来我们欢迎下一位啊，陈，欢迎他。大家好，我是 XM 的成员陈。他太不像韩国人了，他讲中文太像中国人了，是，而且他有播音腔。大家好，我是 S O， 没有话剧腔。对对对 ，OK， 用一个词来形容你，陈氏，你是什么个性的人？固执。固执。哎，第一个出现了，稍微有一点点那个。是不是那么褒义的词语。男人固执是好事。陈，你会因为什么事情固执？하고싶은건무조건꼭해야되고요，가지고싶은거는꼭가져야돼。你跟谁是一个宿舍？对 ，Chris 哥。哦，你跟他一个宿舍。那他非常想要的，一定要到，你又不让他得到，你会怎样？是不行的。但你为什么不行？哇！这里面关系很微妙。好喜欢听他们聊这个。对啊。那如果啊，我是说这个状况，虽然当然我们非常希望不发生，如果真的是有一天，陈和 Chris 同时爱上了一个人，怎么办？先问一下陈好了，会怎么办？꼭뺏을겁니다我的。啊。Chris， 这就好 man 的回答。好，你作为队长，你的尊严往哪里放？怎么回应？这个不行，这个看不下去，看不下去。OK， 好。那个女的说：“我退出。”发现真的还蛮固执的，两个字，我的，很固执。好，接下来下面一位呢，这个也是个子非常高，也是我们中国的孩子哈。对，我们欢迎涛。大家好，我是 XOM 的。XOM 的，等一下，你是在互动吗？你是在互动吗？你们让他讲完。我以为他是在互动哎。没有，他是这样。对。我现在是。大家好，我是 XOM 的会唱歌、会跳舞、会说 rap 的功夫熊猫涛。好可。原来是想那么长一段话。你好有心机哎，自己都害羞了。他也叫涛，你也叫涛，两差别。二涛，对啊，同样都是涛。大家好，我是快乐大本营能吃的涛。哎，涛，你过去跟涛站在一起，你们俩滔滔不绝一下，我看一下。哇，哎，这样比才知道，这个涛的头好小哦。这是一个进化。他们俩是住在一起吗？如果要这个涛和这个涛，你愿意选择哪个涛住在一起？海涛，你给我过来。OK， 我们问一下涛好了哈。哎，不是问你。好了，我们问一下涛好了，你的个性用一个词形容会是什么？我的个性是坚持。就是。讲三遍自我介绍都没讲下去，我人生的励志的这个过程在他们这个身上全部都得到了。坚持、淡定，会不会有点腼腆？你觉得你的个性当中有腼腆、害羞这样的？也不是害羞，其实你是什么？就内向。就这样，我就是。你们是不是？这样好了，我们问一下他，你们平时，因为我们知道做练习生很辛苦，可能没有太多自己休息的时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自己的兴趣爱好？那鹿晗你呢？我非常喜欢踢足球。秀敏你呢？我和 run 一起啊，一起 football 啊，踢足球。OK， 好，下面最紧张，涛，别紧张，你兴趣爱好是什么？我的兴趣爱好是逛街，然后去海边散步。这个鹿晗跟秀敏他们两个喜欢踢球嘛，那接下来我们就这个快乐大本营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考验，就是请他们戴上这个望远镜来踢球。哦，这个好难哎。OK， 嗯，好，我们请这个秀敏先来，好吧？先面向那边哦，可以了。OK， 好，来，秀敏请踢球，转身，要一下中啊。哥哥，我是有多可怕？下面不准试，一下 one take， 对对对，一下就得踢中。你转过来，走过来。OK。对
帅气的那种走过来哈。好 ，OK。好，来，帅气的走过来。帅，快一点。不错哦。OK， 好，下面我们让鹿晗试一下 ，Thank you。下面让鹿晗试一下，好帅哦，鹿晗啊！我们也给他摆到这个中间。好，摆到中间。好，可以了。好，来，掌声，帅哦，还往天上。在前面一点，对对对，好，边走边看。好了，别为难他，别为难他了，别为难他了，好，在这儿，在这儿来。来，帅气，帅，停 ，yes。我有一个提议，让涛来一个，涛，涛，你就像在海边散步一样，对，要有那种海风的感觉，有没有？想的。哎，涛，你可以选择一个人跟你一起散步，你要选谁？对，你们队里队友，谁都可以。我选我自己就行了。你自己。他喜欢一个人在海边散步，好孤独。OK， 就这样的。预备。我们下次让下一次。好，开始。OK， 好。鼓励一下，鼓励，好，来，各位请站到中间来。我第一次听到，我第一次听到我们节目里面就说你选一个，我自己不行吗？主要是怕你走丢。因为海边太多。OPPO Real 提醒您，下节更精彩。美男大会考，团队内讧不断，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无敌花美男？哇！哇！我的火热足以融化冰雪，再快一天，孩子们都在算谁是最后一个。首秀综艺个人季，不料却引发快乐家族集体吐槽。长得帅了不起呀、啊！在我们脚下出发。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 OPPO Real 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这个我们XOM 出道呢，大家喜欢他们，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这个表演非常精彩，另外一个方面当然也是因为六个小伙子都很帅气。但是花美男出道呢，我们马上进行一个大会考，第一关就考验他们的长相，真的有那么帅气吗？因为大家知道大本营捧红了一个软件。叫做 Uglymeter， 就是丑脸大测试。对，当中我们非常高兴的就是海涛和吴昕都拿到了史上最高的丑分，维嘉和娜娜都是零分，零分意思就是最美，最美的人。OK， 那今天呢，我们拿到的是升级版，听说这个软件呢，有人开发了中文版。这个软件胜就胜在它的那个评语特别毒舌，嗯，刁钻直接。对。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要测试一下。我们首先请问一下我们 XOM 的成员，预测一下自己能拿多少分。Chris， 你觉得你可以拿多少分？五分吧。五分，好。你如果是五分，我宁愿不要那个零分。那累你呢？你觉得你可以拿多少分？六分。六分 ，OK， 好。我们鹿晗呢？七分。不，你们这样说，鹿晗，你这样说，你是否定 SM 公司的标准。是他们在马路上把你给这个找着的，你居然说你只有七分。呀，他们先，他们很贼的，先自己说高一点，然后到时候就对呀、啊，非常出来对了。我觉得不见得，我有一种预感，我觉得我们的韩国朋友会给自己很高的分数，比如说秀敏，好不好？秀敏，你觉得你会多少分？零。有没有自信？好，再问一下陈。我很帅。零分，你看，这就是我们中国朋友要向韩国朋友学习的地方，就是他们超自信的。也不一定啊，我跟你说，谦虚使人进步。但是我觉得中国朋友有的时候零分已经不用进步了。中国朋友有的时候就我觉得问题在哪里，比较孤僻，
比如说我们问一下涛好了，涛一直不知道这个眼镜又不知道该还给谁，一直拿着在研究。再待一会儿，他就跟那个望远镜都产生感情。说我可以不选人，选望远镜去海边吗？好，我们问一下涛好了，你觉得你有多少分？涛，你可以打多少分？我就五分吧。我们直接让软件来说话好不好 ？OK。好，连上了 OK 啊、哦。先谁呢？谁先？害怕了，都害怕了。我们这样好了，我们直接秀敏来好不好？好，韩国零分的朋友来好不好？有。OK， 秀敏，如果他的分数成绩不好，你不要生气，就说明这个软件不准，因为你真的很帅，好不好 ？You're good。OK。你可以朝向观众一点，这个角度哈，就光。OK。哦，好紧张，好紧张，到底是多少分？看评语，看评语，看评语，预备起。你父母有没有让你离家出走？哦 ，Donkey， 哦 ，Donkey。等一下，也许是最好的分数了，因为我发现这个叫长得好看的人分数不见得高。对对对，对，别安慰他了。OK， 好，下一个你觉得应该要谁来？你指一个。陈。哦，来了，好紧张，大家都。哎，这个分比，秀敏难过，秀敏好难过，5.7。哇、哦，这个评语也好毒舌啊、哦！你丑的让盲人都哭泣。谁是下一个？挑一个。累，好紧张。躲起来了。哦，真的，这个他目前是最好成绩5.0，你需要回炉重造。这不准啊，这个本来不准啊。我觉得没事。OK， 接下来没关系，所有的旋律我们放到最后啊。累，我们下面找谁？鹿晗。OK， 鹿晗。好，我们这位在街上被星探发掘的，好小的脸，哎，脸太小了，根本弄不进去。哦，这个应该高。好紧张，好紧张！我一说这个分数跟那个拍不拍的，哎，这个后面还有一张脸，你是谁的？那个后面还有一张啊。是后面那个脸，不是你，后面是谁？是后面那个，没有是谁？后面是谁？后面也是他，后面是大屏幕里面的他。哦，后面是大屏幕的。作为外星人是怎么看待我们人类的？我们问一下鹿晗如何评价这个程序啊？挺好的，可以吗？对不对？没事，你待会儿可以点我们那个主持人，任何一个都可以，好不好？好。你现在先，下面是谁？下面是谁？你点。队长。哇！我能问个问题吗？这有零分吗？这确实有零分吗？我以前就是零分。等一下，何老师，拿个凳子给你拍他。我可以真。不是，我是要你站在上面拍他。对啊，他这个如果是高分的话，我觉得这软件就可以摔掉了，我觉得。哦，零。我觉得是。
让他自己来念这个评语，让 Chris 自己来念评语。哎，让涛来练，让涛你来念，来念这个评语。如果美丽是时间的话，你就是永恒。涛这样念的，如果美丽是时间的话，你就是永恒。你觉得你会是永恒吗？会不会？会会啊！哇。哎，你低一点，对，你低一点，好像俯拍的感觉比较好。哎呦哎呦，哎呦，害羞了。这成绩肯定好，你们信不信？哇！哦，哇哇哇！难怪你不愿意选择任何一个人跟你散步，因为你是最美的。对啊，哇，我是为了要念一下你的评语是什么？我的火热足以融化冰雪。谢谢谢谢。哎，我觉得够了。哎，我们给鹿晗一个机会好不好？对对对。好不好？他现在成绩我也觉得，哎，稍微低一点拍。对，俯拍一下。我也觉得不，我觉得他，我觉得他好好拍拿零分是有可能的。好萌啊！其实你才有资格一个人散步，或者你可以跟他一起散步。对啊，嗯，再拍一集。韩国朋友不干。孩子们都知道，不是孩子们都在算谁是最后一个。对对，你第一点拍。知道怎么拍了，我好像已经掌握一个秘诀了哈。哦，这是不是把分数已经设定在零分了？你说你自从你拍了零分以后，爆表了，一点二分那个不高兴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个第十分。评语，你是如此之丑，以至于酒店都用你的照片吓走老鼠。这样这样，你去拍一个主持人，你去拍一个，你可以。我跟你说，就是拍他，就是拍他。吓着了，哎。好好好。好像冯巩。十分，原来十分是喊出来的。你们两个人可以去酒店一起灭鼠。这个不准啊，我觉得就是娱乐一下了。如果有低分的人没关系，你们就想那个何老师，因为何老师他是以就是长得五官是就是标准美男子自居的。我这么多年都是靠花瓶一直在演艺圈这个重重直撞，但我觉得你最帅。 You are number one. You too. I love you. Thank you. 就两个十分的人，怎么我说 I love you 他不应该说 I love you too 吗？他跟我说 You thank you。 因为他拒绝，他是分数高，但他不能骗自己。OK， 好，这个
是一个游戏哈，这个花美男第一个的我们说到是长相，但更重要的其实说实话，在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的歌坛啊，特别是作为组合，其实压力非常大，所以每个人都必须有自己的才华，一技之长。对，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这个才艺大考验的阶段，而这一次的评委呢，就是在这个快乐大本营15周年，我们见过那么多好的表演，所以呢，评委呢就是我们5个人。好不意外哦，人家练了4、5年，我们来当人家的评委。对，当然还有现场的观众了。OK 了，我们会请他们表演完个人的才艺之后呢，就请他们戴上头盔，如果表现得不好的话，我们就现场用那个大铁锅砸他们啊，好不好？好，我们先把道具拿上来。这边第一个要表演的是谁？第一个表演的是秀敏，好不好？好，好，秀敏。好，来 ，OK。罗老师，这个锅也太大了吧？是大锅，来，往前。这样，可能大家不知道这个有多么危险。我们这样，我们先请，一位我们快乐家族的主持人来出来示范一下，好不好？涛，为什么？涛，你怎么那么伟大？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哎，哪一个？你是要选择戴头盔而不戴头盔？在那后面、在那边哈，你自己戴上。我们先看看会什么样子，所以大家要好好表现哦，好不好？好，来开始被砸吧。有什么话要交代？下次，我希望以后一会儿他们都可以好好表现，然后就是。你给大家讲一下你被砸的感受。我感觉我上牙和下牙都磕在一起了。真的。完了。待会儿我们知道轻重了。OK， 害怕吗，秀敏？OK， 你要表演的是什么？저는세가지의包子표정을보여드리겠습니다。包子的表情。好，第一个是什么？첫번째슬픈包子。OK， 但是我没有看到悲伤。那第二个好了好了，第二个是什么？두번째놀란包子。湖南包子。德云，你爸爸呀？是什么的？惊讶的包子。惊讶的包子 ，OK。啊，这好看！这个笑，可爱。哈哎呦，这个整个这个好惊讶，这好可爱。嗯 ，OK， 好，第三个来。华南包子。河南包子。生气的包子。河南包子。生气的包子 ，OK。这个是帅的、啊，可爱，可爱，可爱 ，OK 了嘛，对不对？好，来，掌声给他。不是，好，请站到这边。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演完以后，然后挨个的站过去？哦，全部在一起，对哦，这样比较好。OK， 好好好，一个，好好，更紧张了。好，因为要从头等到尾。下一个，下一个。哦。能不能给我一点音乐，然后我来。帅气，好，谢谢，下一个，好，来下一个，陈要表演什么？你是表演什么？唱歌，唱歌，好，来，我听死了，我们的唱，哦，你们的歌，歌， okay, 我们的歌，好 ，OK， 好，来。茫茫，当你走进我视线，就在你周围，整个世界感觉 so 陌生。谢谢，谢谢。哎，声线很好听哎，他的声线非常好听。你们怎么了？没有，就在陈唱歌的时候，一直我也说一直孔雀默默。一只孔雀默默地走了。涛换了服装，很用心，好不好？不要这么笑话他。下面谁来？鹿晗嘛，对不对？Chris，OK，Chris、okay, Chris。好。压力。压力来了哈，要表演的是什么？
其实我想代表我们十二个人，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韩国的队伍 ，OK， 代表他们，为我们，因为我们其实现在还没有什么没有接广告的机会，所以假如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接服装广告的话呢，我就走个秀。哇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supermodel Chris。他眼神很有那种不容易，海涛一副那吃醋的样子，他说长得帅了不起、真的，他只是走出来了而已呀、对呀、真的而已、不平衡吧，真的是挺帅的，海涛别这样别这样，你有你的优势，真的你就认命吧你就这样了好吧 OK 好，谢谢 Chris， 谢谢、接下来是孔雀啊，不涛来，涛你为什么去专门换了一身衣服，为什么？我下面表演的是武术，武术，对，武术，武术，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平常不是你外穿武术，哦，这个方便是不是？是不是你平常在海边练的？就是这个是有，这个是有弹力的，有弹力的。对，吴昕有话要说啊。我真不骗你，这件衣服我也有一件。真的假的？我的是黑颜色的，我的是黑颜色的。不是不是，不一样的，它上面有那个流苏。我就是也有那个。练起来好不好？你们再说，你们再说，涛来会打你们。来了啊！来来来，涛。不用拍了，等一下。涛看到这个这么粗啊？只有这么粗的。太粗了是吗？只有这么粗的。哎，我这里有火柴。只有这么粗的可以啊，那你注意别受伤啊。掌声给他鼓励好不好？散步的，对不起，因为你可以防身，也不。我觉得好荣幸跟你有一样的衣服。哇，好感人！现在太平了。孔雀舞，他打了一个武术，而且打得好好。他一表演武术，整个人气质都不一样。OK， 那我们开个会，商量一下谁要那个。OPPO Real 提醒您，下节更精彩。因为我真的是看何老师的主持长大的。对。为什么我那时候两眼无神呢、累跟维嘉的合影我们现在没有，但是有当时维嘉主持节目累参加那个节目的独家视频。爆笑抱团比赛靠人气更靠人品，看谁能笑到最后。我好是缠在身上，把哪个五毛踢出去，然后把这个快拉进来，3、2、1开始。我走吧。脚下出发，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 OPPO Real 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我们的节目也要感谢运动快乐贵人鸟对我们的大力支持。我们开个会商量一下谁要去，就演完了，演完了，六个都有了，演完了吗？啊，什么 ？OK。好，是这样的。我们刚才讨论了很久，我们没有讨论出一个所以来。因为我们五个人，我们五个人都有各自的喜好。更重要的是，我们觉得他们就是才出道两个星期就要上大本营，真的很不容易。对。所以我们不忍心，于是我们决定让他们组合开会之后推出一个人来接受惩罚，也就是自己投票来决定。哇，我好喜欢这种内讧的那个环节。好，你们开会啊，开会、啊。我好喜欢这种内讧的环节，有没有？我们选一个人，你们对，你们选一个人哈，来，你们可以开会。你们讨论一下吧啊。
老规矩，哎，他们有老规矩。他们有老规矩。我们了解一下 XOM 的老规矩是什么？老规矩是什么？猜丁壳。猜丁壳，输的那个来嘛，对不对？对。OK， 好，那是六个人一起猜吗？一块猜。好，一块好。好吧，来，猜丁壳。有出来三个人，对不对？好，你们。怎么样，紧张吗，张艺兴？紧张。你这是在长沙，你怎么一点地气都没有接啊？六个人，你居然虚到了倒数第二个，还有可能是倒数第一个。加油！而且对方在刚才游戏当中都捞了十分。张艺姐姐这局不用翻啊。张艺兴，你这样赢啊，要赢啊！好，来，加油，陈，我看好你哦。Good for you。三、二、一，走。啊，我们可怜的陈，今天成了最值得同情的一个。不过陈刚才那个分数很高啊。等一下，是吗？我们这个游戏还有一个等一下机制。这是我们在那个酒吧里面最爱玩的，就是比如说这个人。我不去酒吧，我从来不去酒吧。这个人要接受惩罚了，我会说三二一，然后要救他没有？等一下，我来救他。其他的成员说等一下，我要救他，然后就是说出你的理由，好不好？嗯。OK， 好，你站到中间啊。陈马上要接受惩罚了。这是一个韩国的小伙子，经过了多年的练习，好不容易来到了快乐大本营，在中国的土地拿了丑的十分，现在他又要接受惩罚，我看不下去了。三二，等一下。有两个声音吗？对啊，他们两个鹿晗跟了泪，对不对？ OK， 好，为什么泪先说为什么？保护队友。那就张艺兴嘛。因为我觉得他既然是长沙人嘛，也要尽一下地主之谊，不可能让远道的朋友来接受这个惩罚。等一下，我有一个何老师的独门秘籍。我的独门秘籍？对，那个其实我真的是看何老师的主持。长大的真的是这样，然后我今天有准备一张小时候的跟何老师的照片。他那么小，你那么大。等一下，泪，你来，我们同样的位置。我想哭。这又隔多少年？有十几年了。我好想哭。那个时候才。为什么我那个时候两眼无神呢、啊？没有，你要早知道。来到我这儿，嘎住我这儿。好感动啊！你长了这么多，天哪！那是你几岁的时候啊？我可能六七岁的时候。六七岁啊？那个时候，对，好像是金哦，是何老师主持一个什么节目的时候，一个大会的时候，然后我去。哦，你当时不是你参加什么节目的时候，是我主持节目，你作为观众。对，然后我特别喜欢何老师，然后跟何老师也照了相，然后维嘉哥也照了相，这样。那维嘉哥的照片呢？那个照片呢？他输了什么？他当没有啊，他当时那个对，我有跟他有一些渊源。这样，对，泪跟维嘉的合影我们现在没有，但是有当时维嘉主持节目，泪参加那个节目的独家视频。你们想看吗？那就看吧，也问一下我不？啊，对对，我好担心、哎。儿童时期的泪，活泼可爱，多才多艺。你们听清楚了，我的外号是万全之师、万尊之尊、万王之王，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小王子是也。从小就拥有超高的人气。啊，有名讲这个人的名字啊，我们即便不提他的名字是张艺兴，大家也知道是谁。谁叫人家长得又帅，观众的呼声又高呢？你愿意跟我说说你的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Miss you much，Miss you much。哎呀，会弹钢琴，好拉吧，好，回去拿。咱们咱呀，会弹吉他，好拉吧，好，回去拿。好，咱们咱呀，会跳舞，拉，不好，查一个好。许多小雨又来了，
合集。人家强个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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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问一下其他成员好了。看到就是泪当时的小朋友时候，就是很活跃，在我们湖南的电视荧屏上，真的是一个小红星。你们看到什么样的感觉？鹿晗，你有什么样的感觉？觉得太可爱了，没有想到以前那么搞怪、啊。好闹哦，那个时候。现在我觉得长大了，完全是一个很沉稳的一个。对，好像内敛很多了，对不对？对对，因为人也是就也学了不少东西，也不断的在成长嘛，对不对？我觉得砸头这个要不就算了，我觉得算了吧，谁别去呀。哎，我觉得要不再砸一下海涛。哎，对，算了吧，算了吧，可以的，那个算了吧，算了吧。我跟你讲，海涛，等一下，等一下，听我跟你讲道理，听哥跟你讲道理。现在 XOM 这么红，你要是带这几个小弟弟砸一下，你在他们这个粉丝心目当中可高大了。交给我，交给我，交给我，别管，要不，好不好？真的，你再替他们打一个好不好？我真的觉得不要打。海涛，这样，我再引入一个机制，等一下，如果弟弟们愿意帮去帮你的话，何老师，我砸我吧。你看看你，我砸，让我去。那你让我去，那你去，让我砸。好，不戴头盔，不戴头盔，不戴头盔。不戴头盔，好，可以，等一下，那就海涛，等一下，各位，各位有没有注意海涛那种？我来的时候看着那个泪，我来，不，我来，海涛，这样吧，泪他非常想，就是代替大家砸一下，这个我觉得可以嘛，好不好？我们泪，好不好？来，轻轻表，哎呀，那我太过意不去了，好感人呐，好感人，一人砸一下，可以，好吧，来，哎。嗯，对，不行。好，这样吧，我跟他踢冰球吧。不行，哎，海涛没你什么事儿。你的利用价值已经结束了。这样吧，你们俩这样手握着头盔，我们砸头盔一下就算了。对，好吧。这样可以吧？这样两个人拿着头盔，好感人哦，好吧？这个好感人哦。哎，你们跟头盔说一个对不起吗？对不起。三、二、一。好兄弟啊，来，刚才呢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个XOM 的他们的这个兄弟情谊，那接下来这个游戏就彻底要考验他们的默契了。这个游戏说实话其实也看人缘，要看默契，要看人缘，自己算数，数学算数的能力啊，是这样的。爱的抱抱游戏规则，游戏参与者随机抽取代表不同面值的价格牌，然后一起随着音乐绕圈，由娜娜随机的说出一个价格，参与者要按照价格指定的钱数抱在一起，没有拥抱成功或者价格错误都将被淘汰。 OK， 请各位记住，我是五角，我身上没有牌子，但是我是代表五角。好，有四个一块的，五个五角的，好不好？记住了，比如说娜娜和吴昕，比如说两块五，对，那这样多了，然后多了你们一块五，这样我们两个就淘汰了。对，我们两个就淘汰，没有抱在一起就淘汰的人，所有淘汰人要接受最残酷的惩罚，就是史上最刺激、最挑战咬肌、破坏脸型，同时还会封喉的长沙槟榔王。哇，吓人！哇，这个很吓人，这个累知道，人家第一次，哎，人家第一次偶像组合来上，第一次上综艺节目，让他们吃槟榔。好，来，那好了。站个圈吧，要不站个圈，好转圈，绕圈，听音乐，音乐好听一点。对，我们花叉着站啊，来。涛和涛挨着，对，准备好了，站好，好起来，来，圈大一点，圈大一点，圈大一点，圈大起来，
备好啦，大家跑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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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起来，三六块五，六块五，六块五，这个游戏可以推人吗？可以、啊、有个韩国人叫陈，他推我，而且他是从后面把我揪出来推出去的。那你怎么推他呀？我没想到可以推人。可以呀、啊、而且我不知道抱了谁，特别滑。海涛，海涛是因为我知道那个，我抱着涛，那个涛，涛，这不能算，我觉得你抱住你就抱住，你推别人干嘛呀？这个活动也考人缘了，你知道吗？何老师跟他们先混熟了，算了吧，海涛在最中间都被推出来。对，我第一次，你走开，你走开，你刚才把我推过去。听我说一下，我第一次喊的是必须要他们所有人抱在一起才是，就是六块五。所以陈推我，陈把他推开，你们全部都要被淘汰。对，这个游戏结束了。是的，每个人发颗槟榔来。我们第一次玩一下，第二次准备好了。 okay, 好，要听到我喊。等一下、嗯、我可不申请换一下位置，我不想站到这个人旁边。可以可以，你这样，你站到那个孔雀哥哥这儿。我也不想站到孔雀哥哥这儿，孔雀哥哥太滑了。不是滑没说，这还扎人。我说我抱不住他。来来来来，随便啊，来随便走起来了啊。音乐，跑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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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爷，你别算了，你又不知道，六块，六块。找一个五毛，把何老师推出去。找一个五毛，把何老师推出去。我是一块的，我是没错啊，没错，是六块啊，对啊。谁是五毛？何老师缠在身上，谁也推不开。何老师是缠在孔雀哥哥腿上，何老师太阴险了。我听到有人要把我推出去，我这只手卡住了那个孔雀哥哥的腰，我这只手搂住了那个肋，我就整个就是盘着。谁给淘汰了？所以是谁被淘汰了？是谁被推出去？在最外面的五毛是谁？五毛最外面的五毛是你。五毛有点报仇的意思。其实事实上真的是你，不可能，因为你虽然缠着他，但是你是在最外面。没有啊，我后面还有人。这样吧，让大家投票，最外面的是陈还是何老师，好不好？对对，大家投票，让大家投票。来，等一下，等一下，不能欺负韩国的朋友，最外面的肯定是我，与其被大家投出去，不如自己。聪明。来来来，何老师过来跟我一起主持。我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我和涛好像很有缘，为什么我每次抱的都是他？我每次抱的都是他。因为我一说，因为涛长。我明明是跟在鹿晗的背后，可是我每次抱的都是孔雀哥哥。对对对对，来来来，跑起来，跑起来，站起来，准备，预备，开跑，准备好啦，二块五，两块五。两块五，两块五。好，等一下，等一下，不动啊，不要动啊。这边我们先来数这边。两块五。好，好，这边是两块五。再来，稍等，稍等，稍等。好，来，再看这边，这边。我两块五张。我本来。你是？哎，等一下，我看一下涛是多少？涛是，这边是两块五嘛，对不对？最快就是鹿晗。我一说是这样的，本来他们三个抱在一起的，然后呢，他突然觉得可能是不对，他是一块，没有，他以为他是五毛的，然后他就突然又变成了把他们三个抱在一起，他就站在后面都看着。后来一看，哦，他是一块，哦，他也是一块，刚刚。Okay, 我觉得你们有严重的团队歧视。那这样，我一说要鹿晗和海涛大家来投票，好好看看应该。哎，我去个厕所吧，好不好？憋半天了，哎呀，海涛又被淘汰了。好，继续啦，来，你先吃到最后啊，预备，开始。佳爷一直在里面算的呀。听好了，四块五。我是一块五。一块过了。怎么也轮不到我，我在最里面。稍等，稍等。
稍等，我们顺位一下。首先，这是一块的，不慌啊。你们现在身上多少？五毛，四块。我们差五毛钱。差五毛钱。你们把一个五毛弄出去。你们把哪个五毛踢出去，然后把这个一块拉进来。3、2、1，开始。我走吧。好了，来，大家转起来。好，大家把身上的牌子翻出来，把身上的牌子翻出来啊。OK， 好，听好了。2.5。好无辜。峰回路转，是谁发现的？这边可以组成2.5，谁发现的？是谁？我觉得好像是张艺兴，他本身已经以为已经淘汰了，因为他们刚才抱在那边抱得好开心的，看着鹿晗，突然发现算起来不止2.5。好，那我们这样。就是现在已经决出来了，这边被惩罚，对不对？对。我们先把惩罚的这个交代一下哈。啊。来。脚。来，先让维嘉示范一下这个是怎么吃的哈。其实少量吃这个呢，是可以活血的，清洁口腔的，它是长沙人的口香糖，但是真的不宜过多。而且它最大的问题是会造成牙黑和腮帮子大。嗯，因为你要咀嚼肌用力的话，就这里就会很肿大。哎，你建议他们把中间那个吐掉吧，当然因为都弄掉了。哎，这个芯儿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芯儿不要吃，这个会很太强劲了，所以就会晕。这样，愿者服输啊！那个每个人至少嚼2下，好不好？涛在问怎么吃，然后累在旁边特别有技术含量，放到嘴巴里面嚼。好有营养的对白。小一点的，小一点的。嗯。要惩罚的拿小的。那头一次吃，别吃太大。哎，涛拿了个最小的给了 Chris。对。嗯，好。那你看，今晚你有赏，看两位吃。吃了吗？哎，等一下 ，Chris 对涛说：“今晚上你有赏。”我能问一下是什么赏吗？好，来，好，他来吃啊。其实还是蛮香的。好吃。好吃。涛说好吃。别吞进去啊！别吞呢。嚼。那个纸巾。哎，他们在那儿闻，太可爱了。哦。哎，怎么样感觉？哎，他们在那儿闻。可以了。感觉不好。可以了。有点晕吗？还行，不晕。感觉不好是从何而来的？不好吃，越吃越难吃。好吧。OK， 好，来，掌声给他们，谢谢。我觉得。这个我们的 XOM 还是有很多故事的，可以慢慢的去是，我觉得还发掘。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他们为我们带来新专辑当中一首歌曲，叫做《妈妈》。
Real 提醒您，下节更精彩。啊啊啊啊！科学实验站独家揭秘各种武林神功。现场量体重，我是真的很轻，零。草上飞，水上漂，再见江湖。有钱的捧个钱场。哎呀！郭敬明，大家往那边挪一点啊！等一下，往那边挪一点。往睡了，睡了，睡了，睡了。就在我们脚下出发。好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科学实验站。今天我们非常开心，有我们的李晨、我们的郭敬明和我们的张亮云。OK， 今天要讨论的是各位在江湖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艺。嘿，说话说到这儿啊，我们要是等到了，今天终于等到了。大家走过路过别错过，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转发一下。一看就微博控，比如说陈哥，你有什么地方是比如说特别的，可以做到一些特别的姿势，是别人都不可以做的吗？就是比较特别的姿势，对啊、是吧？比如说，我原本以为我的手可以这样，是很厉害的，结果后来发现大家都可以这样，你看我手可以这样。哦，哎，没有，我的大拇指可以这样。哟哟，哎，不错哦，哎，不错哦。大家都可以哦，哎，也行哎，都可以哦。好，四爷你呢？我大拇指很软，我可以，我可以靠到手腕。看，哎呀，哎呀，啊！小朋友不要学，你呢？他可以从里面，没拍到，再一次，他可以从里面。天哪，大家都是软骨鬼。那这样好了，我们今天科学实验站的朋友呢，要给大家推出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江湖绝活，而且我们今天要。剖开这些江湖绝活的真面目，告诉大家，其实那不是什么很厉害的功夫。对，任何一个人只要有科学原理都可以做到。我们首先请我们的黑衣人把我们的道具拿上来。大家知道，在黑衣人的世界有存在着强烈的竞争。那今天抬道具的两位显然没有那么重要，他们分别是小猪和小鹏。小猪之所以叫小猪，是因为他姓朱。小鹏之所以叫小鹏，是因为他戴上墨镜有点像李亚鹏。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要做一个测试，为了表示这是真的鸡蛋哈、我们任何一个观众，就比如说就小贺好了，你说第几排的第几个，我就把它拿出来，然后再去试验一下，证明是真的鸡蛋，好不好？第几排，小贺，你声音好小，第几排？第五排第二个哈，这个鸡蛋，让我看看是金蛋还是银蛋。好，这个鸡蛋，哇、好，大家看到是真的鸡蛋啊，真的鸡蛋。OK， 好，这一些全部都是真的鸡蛋。那接下来补一个吧。对，我们要请我们的黑衣人补一个鸡蛋上去。现在看到上场补鸡蛋的这位黑衣人，名字叫做小方，之所以叫小方，是因为他的脸方。好，现在小方和小猪铺上了一块玻璃板，下面将由黑衣人小方表演踩鸡蛋。嘿，大家好，哎，欢迎大家来到谁是英雄会。好，按照道理来讲呢，一个正常的大小伙子的重量，鸡蛋是应该撑不起的。那我们就接下来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在这样一个相当刺激的时刻，希望大家屏住呼吸，我们也祝福一下小方。好，小方放下。好棒啊！完了！哇！玻璃板！隐约听到蛋痛的那种碎声。哇！再看到。
一些鸡蛋在这么一个大小伙子的这个站立之后依然是保持完好。请问小芳你有多少斤？ OK， 28斤。好，小芳你有多少斤？136斤。有零有整，脸占100斤。那小芳这样现在已经站上去了，不知道你敢不敢在上面动一下，或者跳两个八拍的舞蹈，敢吗？可以哈。好，那我们跳舞。这样，那我们在跳舞之前问小芳一个非常有哲理的问题，最近有没有嚼槟榔呢？是因为嚼槟榔脸才这么方的吗？你自己拿了。他拒绝回答。没有没有，多一点，待会儿要。哦，哎呦，小心了，小心，赶紧把话筒拿开。好，我们给太重，给一点音乐，好，给点音乐。小芳家表演这个舞蹈啊，来看看到底有没有可能。这个我们赶快离开啊！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赶快我们送到后面去，这个我们的这个饲料啊。下面有一本小心的抗议。好，快拿走，好，来，好，这一部分我们都没有看到啊，谢谢，好，不要传出去啊，好。我们不妨问一下袁理姐，为什么一个大小伙子站到鸡蛋上，鸡蛋不会碎呢？碎了。好臭的脸。他不愿意说，我就来说一下吧，朋友们。袁理哥，我看他说，一个人踩一个鸡蛋能不碎吗？踩100个鸡蛋，他就不碎啊。你一个工作分给一个人做，做一天；分给10个人做，1分钟就做完了。分散原理啊。就等于把那些压强都分散了。对。对。哦。好，原理已经交给大家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我们场上的选手来做一个非常厉害的比拼。我们会推出两样很脆弱的东西，大家来选择，看看谁的承受能力比较强。就是分散原理之后，大家要挑选哪一边是厉害，然后呢就依次的往上站，看谁先垮棚。好，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要准备的东西拿上来看一下。哦，是这个。一边呢是一次性的塑料杯，这个杯子有多软呢？其实大家看啊，它是很普通的杯子。这样好了，我们用两个，不要破坏杯子。OK， 好，两个杯子啊，这是杯子的部分。接下来再看这个，这个是什么？这不是塑料做的模型，而是真正的，不是塑料做的，真正的。真正的冰淇淋蛋卷 ，OK。嗯，我最喜欢吃这个蛋卷。下午，接下来就开始选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觉得是杯子承受力比较强，还是蛋筒承受力比较强？给大家10秒钟倒数来站队，10 9 8 7 6 5 4 3 2 1。好，现在娜娜你们那边选的是杯子对不对？你和涛还有郭敬明，对于海涛跟你一对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海涛啊，海涛好棒。好，那接下来那边是陈哥、佳佳、亮颖跟吴昕了，现在你们是4打3。陈哥你选蛋筒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啊，站在蛋上蛋都不会碎，蛋筒更不会碎了。蛋碎了。但碎了那种不多，但碎了只有现场的人看得到。OK， 好，那这样好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因为要保证这个人数比较齐嘛，这样大家这边才有可能。你加入我们是吗？对，因为要数量上。他是知道那个原理的，加入我们他傻呀。我是被迫的，因为我家那边就不平衡。无所谓。那为了能够让大家看到，我们到底在玻璃在塑料杯和蛋挞上加了多少重量？首先要进行一个明星们都很抗拒的仪式，现场量体重。我们从那边开始哈，大家依次来。好，来，吴昕第一位。
来，吴昕，请上秤。来，你往那边站排队啊。要脱鞋吗？不用，不用脱鞋，就是你再带多少，带多少重量，你就称多少，好吧？可以去皮。好，来。去皮。去皮脱毛都可以。50公斤。好，50公斤，来，请到那边贴上您的重量。接下来，来，亮颖小姐。哎呦，慢点啊。张亮颖，张亮颖也是50啊，这个肯定不可能。好，50公斤。好，请到那边贴上您的这个。好，接下来是。谁说的？我是那个。拉拉。拉51。52。52公斤，好，拉拉52公斤。好，下面来维嘉。69公斤。这秤肯定有。接下来，陈哥，我应该是话筒场第二重。话筒里有电池，那还很沉了。哇！77公斤，去皮。太重了吧？去皮了吗？下面，何老师。哎，这个人都没站上去就1公斤啦。哎呀，他这个铁皮嘛。哦，好，没所谓啊。55公斤。我就说我是个胖子。都不相信，我真的跟我差不多重啊。好，来55公斤啊，是我。接下来我是真正的瘦子。哦，海涛是吗？史上最大的两个谜团，杜海涛一直不承认他自己有200斤。对，我绝对不可能有200斤。我觉得应该先是小四，因为海涛弄完秤就坏了。我也觉得也有道理，好不好？我来，郭敬明同学，我是真的很轻，零。真的，你比我轻一半啊！好，我一个女人觉得很失败。等一下，那你坐飞机要买机票吗？还是直接走托运就？最后，我们首先40公斤嘛。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首先给这个秤掌声，这是他最后一次工作了。加油，辛苦了，辛苦了，秤天下。海涛上秤。不要两人同时上秤。280。坚持住，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了。102公斤。啊！我一直保持得很好，没到200斤呢。没有没有，我觉得这个秤啊，它是稍微有一点。我觉得多少重了2公斤。2公斤到1公斤。是不是可能是话筒吧？话筒啊，然后。对，也可能是衣服啊。对。OK， 好，接上102公斤。OK， 好，现在我们把秤收下去，把我们的终极道具推上来。接下来，两组队员将依次站上铺满蛋筒或塑料杯的台子上，在装置不垮的情况下，坚持得更久的组即为胜利。好，先把脚。
马。的挪动看起来相当的，我叫直了吗 ？OK， 相当 OK。我叫平了吗？好，来，来，可以，来。慢慢我们一起啊，我们一起啊，我们一起啊，我们一起啊。慢点，慢点，慢点。好，可以吗？可以吗？一，要滑一起滑啊，可以吗？二，三。海涛肚子太大了，我站不起来。好，海涛跳了，把脚顶出去了。对他肚子太大了，我一松我就要被顶出去了。OK， 好。不要动，还是接下来蛋筒组，蛋筒组来，张靓颖垮了，垮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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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塔了，蛋塔了。张靓颖，你现在的张靓颖现在这个姿势好像不匀哦，你要把腿要并齐哦，因为你这边现在完全是空的。底沉有点。啊啊！看我前面一点。你啊，对对对对，好，往前面一点，底沉你往前面一点。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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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动，不要动，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我跳了，我直了。你们松手，松手，松手，松！耶！耶！没错，没错。天哪！现在我们蛋筒组已经有193公斤的重量，也就是说现在蛋塔组比杯组要重一些。没有。2公斤，重2公斤，那接下来我上了哈。但有一点的问题是我比你重过，对，我就站外面。这样，咱们俩这样，对，这样。可以吗？一、二、三。来来来，亮颖往前面一点。好。现在要上吴昕了。现在我们杯子组有246公斤的重量，在这些塑料杯上面，246公斤。最后胜出的是蛋筒组。如果今天不这么做的话，可能大家永远想不到一个那么脆弱的蛋筒可以，如果用分散功分散原理可以有这么这么厉害。我们没有输给科学依据，我们输的是时间。好，那这样我们上好不好？娜娜，我们上这个蛋筒，我们5个人好不好？哪5个？挑战一下，谁上？我们快乐家族5个人好不好？好啊好啊，好不好？好。他们都不是都已经不行，海涛换李晨吧，因为李晨他腰不行。哦，海涛他腰不行。来，陈哥你先站到中间，你先站到中间，然后来。这样你们先上五个，最后我上吧。然后那个我和佳佳上吧，你在前面，我在后面，我们站两个吊脚，好不好？好你站哪个脚？哎，我站这边。好，那我站后面。来，你们上来的时候我抬一下啊。好，来，你先抬起来，一二三，抬起来，均衡啊。来，我放好了。来，可以可以，然后两边分，这个两边分开。好，娜娜和吴昕，两个对角。娜姐你起呗。来，先撑着，先撑着，先给点力，撑着撑着。可以可以可以。
捻上，先捻上，先给点，对对对，先捻上。好，落地落对门门，对对对对，好，站好了吗？站好了，站好了，松手吗？慢慢的啊，慢慢的啊，慢慢的啊。好，来商量一下，商量一下，站前面。哦，没事没事啊。哎呀呀，来来来，商量一下。我直接这样站了。啊，好。哎呀呀，哎呀哎呀 ，OK。中间一点，对，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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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可以可以，还可以上一个郭敬明。谁知道啊？郭敬明站到我这个角，现在这上面有六个人呢。郭敬明站到我这个角，我大家往那边挪一点啊！等一下，往那边挪一点。往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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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没事没事，我一定往。来，请大家站到前面来。哇！来，给自己掌声。下期精彩：亚洲王子张根硕，超强人气嗨翻全场，顽皮微笑迷倒万千少女。精湛演技引领韩剧潮流。앞으로네가나좋아하는걸허락해준다메리크리스마스사랑해看快乐家族如何招架比武技比演技加州路快乐大本营最帅最嗨最搞怪的张根硕你一定不能错过来给自己掌声哇最后下的一刻真的好爽啊大家知道吗刚才我们那些非常脆松脆的蛋挞最后在上面居然承受了390公斤的重量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想我们RRR科学实际上就是告诉大家其实通过一些科学原理一些你绝对想不到的事情真的有可能在你眼前发生我们今天特别谢谢李晨谢谢郭敬明谢谢张靓颖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谢谢谢谢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OPPO Real 快乐大屏的全部内容了是在节目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感谢运动快乐贵人鸟和你好漂亮对于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啊如果你快乐的话要看快乐大本营不快乐的话看看快乐大本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也开了两个店希望大家支持加油海参海参海参拜拜谢谢